好眼光，这把枪代表芙蓉姐的荣耀。谈不上什么好眼光吧，就是挑一把好看顺眼的。陈二爷自己身的玉树临风，选把枪还要看姿色。爱美之心，人之常情嘛。大公子军礼世家，见惯了整兵利器，就好比从小生在美人堆里，见到再好的东西，也不觉得稀罕。